依家我哋入住呢間係紅貓酒店，喺番禺嚟講呢間係算靚嘅，係啊，星級酒店嚟嘅，佢先係開到3年到，呢間酒店好新，係啊，依家要登記入住。 我哋广旋学园小区嘅，系啊，嗰栋楼全部都系住喺番禺长隆红猫酒店呢间酒店系星级打造，够晒靓啊！嗱，与众不同嘅，同佢哋住嗰啲酒店系啊，呢个冲凉房啊，挺漂亮的，看到没有？不错，不错。 水煲、纸巾水，唉，嗱几多水？诶，惊你冇得饮啊，真系。电视机，好靓嘅台灯，啊，真系漂亮。单人房系啊，今晚就住呢度，喺呢度愉快咁度过14日。呢度系中央空调啊。 呢度裝飾唔錯，啊，應該好過好多酒店啊，唔錯呢度。